慢点喝，没人和你抢。哼，还不是因为你。你既然知道是我，还和我争干嘛？早点让我赢，我也不必要说那么多诗词对子。戏总要演全套。你跟杜十娘是不是达成了什么协议？燕燕也不傻吧。放水那么明显，傻子也看得出来吧。他和我说他找了一个姓秦的院大头，愿意想办法带他离开小小猫，让我到时候配合他帮他离去，让冤大头自己和西北风。所以我就是这个冤大头。我也不知道燕燕你竟然会给自己起名叫千满仓啊。我和杜十娘早在1月前就开始合作了，我把她送离帝都，她便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。我是无辜的。早知道不该轻信别人的。因为我之前去潇湘宫只是找颜如玉，如果突然和杜十娘走得很近，会引人怀疑，所以我们就想找第三个人带她出来。我只负责接应颜如玉。杜十娘不会是连我俩一起耍了吧？放心，她还没那个本事。那边我都安排好了，先上车吧。钱公子。十娘明日还要接客，为了确保安全，我派几个人保护公子和十娘，公子不介意吧？好在我们早有安排。当然不介意，今日就陪本公子泛舟喝酒，如何？都依公子的。且慢，钱公子，这划船船底没有青苔，想来是新船第一次入水，怕不安全，不如换一艘吧。我们想坐什么船，还需要你们指手画脚不成？属下也是奉花姨之命保护二位安全。你，算了，这种事还是听他的吧，万一船真翻了要怎么办？啊，还是你替我们选一艘吧。可那艘船……放心，这岸边所有的船都是我安排的。强公子，便决定这艘吧。来了。公子，这船都是薄纱，我们一旦离开，里面无人，很容易被看出来。两位，请吧。而且一会儿到了湖中央，要如何逃脱？你放心，我早已做了安排，那船中间的地板可以掀开，等船去中央后，我们就在大船的掩护下离开。钱公子，十娘，请。哥，我饿了。忍住，定紧了。没想到这么轻易就逃脱了。快喝，你是女孩，身体娇弱。多谢王爷，渴死本宫了。